有一间台北有一间草桥乡龙胜村的科技公司，主要业务是处理一般私人废弃物。民国九十一年的时间，也间厂商申请营运，结合的也没有严重符合品质不准，三号的刘振峰也没被通过。我最近才传出一个业者想要再过来重新送案的申请，消息传出来过后，地方人士就引起议论。今日就有八个商人寄到苗栗县政府投钱澄清，希望县政府莫避过。垃圾掩埋场，垃圾掩埋场，滚出赵小仙！桂北沙草桥乡龙胜村居民伫苗栗县政府来表态反对嘅立场，居民代表主讲，一家科技公司要申请营运，不过也长期对开始做到以下已经为二十年十批档口诶，居民做少也废弃物为要流脱嘅物质，长期有啲农民用水嘅水源附近呢，就将要垃圾水为流到替代，影响居民。我们乡亲得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两周以内就连署600人哈，那因为。之前两位县长就是说，对我们乡亲的那个生命财产还有环境污染造成很大的污染哈，所以这次我们乡亲哈要恳请现任的县长徐耀昌哈，要停止。昆宇废弃烟霾厂的新建哦。草桥乡长、乡民代表会主席、草桥县企的各党议员，主要出面来祈祷，对于居民讲的相关的长期档 Q 的，再来营运，将会造成损害居民的环境影响。县政府主讲，县政府会依法行政，业者提出营运申请，县政府会照规定审查。虽然审查委员同意厂商提出试营运，是不过后续会严格来审查。这个案子还在试运转的申请审查中了。那归这个案子的申请哈，县政府这边一定会依法来审查，然后严格把关，请各位乡亲安心了。对，所以这都有学者专家，我们都按照政府的规定里面的法令的，不管是不透水布，还有是污水处理，都有依法办理，而且检测标准我们都有在定期的这个监测都有出来，数据都有出来，我们都有给环保局了。对于居民当时有嘅问题，业者咪讲，长期嘅相关作业主要照政府嘅法令规定，当然嘅来做，请居民做得放心。居民就强调，希望烟庄企业厂要同居民起抗辩，做得像前两年嘅烟庄当天。压榨的神枪，无违法，我来发通，还较强烈的抗争。下个新闻总之面，美丽报道。